台北灯节主灯旁西门町捷运站出口，在初五清晨，有黑帮当街搏火，帮派分子到私人招待所替朋友庆生，先爆发口角，散场之后呢，在楼下又相遇了，双方不满就当众至少开了八枪，造成四个人中弹送医。虽然五名嫌犯现在全部落网，但是其中有一名连姓男子伤势严重，差点丧命，而他就是天道盟副盟主吉董的儿子。开枪的嫌犯根据了解是属不同帮派成员，而后续恐怕会发出江湖追杀令，恐怕掀起另一波的腥风血雨。这什么东西？今天有一把枪啊！专案小组追了一整天，所有嫌犯终于全逮到。这边枪手是混迹淡水的帮派分子，远警一搜再搜，因为嫌犯身上有枪，不久前才开枪伤人，差点闹出人命。黑帮就在热闹西门町台北灯节主灯旁边搏火，只见两名男子拔腿狂奔，浑身是血，跑到附近宪兵队求救，一人还胸口中弹，情况相当危急。大半夜激烈枪战，把附近民众全吓傻。是有声音啊，所以大家都不敢看，那就铁门都关起来。半夜开枪大火拼，就发生在14号凌晨。翁姓男子和朋友在西门町的私人招待所一起参加庆生会，不料情侣俩为了先离开的问题吵起架来，越吵越大声。旁边林姓男子呛了一句"吵什么吵"，爆发口角，埋下恩怨。散场后，双方又在骑楼相遇。林姓男子看到对方撂来两名枪手，这下两边人马都不忍了，直接掏枪搏火，至少开了八枪，四人中弹，其中林姓男子最为严重，子弹卡在胸部，差点没命。但枪手这下麻烦大了，因为连心男子是天道盟副盟主吉董老大的儿子。不过枪手林心男子也非善类，是黑道竹联帮分子。吉董当然生气啊，第一个先关心他儿子的伤，这是对枪手很大的事情。没有一个很有重量级人士出来挑剔，两派的人的实力真的是实力相当。开心庆生全变了调，两大黑帮结下梁子，江湖大震荡，恩怨没那么快结束。记者吴雨胡慧伦台北报道。